主料，铜壶650克，银耳半个，红枣一小把，龙眼干一把，枸杞一小把，辅料油盐姜几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备好所有食材，银耳提前1小时左右泡发，铜壶清洗一遍后捉水，捉水后再次冲洗干净备用。把泡发的银耳用手撕小块，龙眼干剥可取状及桂圆，红枣和枸杞洗清干净。把所有清洗干净的主料放汤锅里，汤煲好后加适量盐即可，美味滋补的汤就完成了。烹饪技巧：一、银耳需提前泡发；二、汤里不需加其他的调料，最后只需加盐就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